铜像、国旗摆门口，台上自保，不靠贴纸。越南发生排华暴动，为了保护台商不受波及，外交部昨天有最新因应措施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对我们台商提供最好的服务。外交部设计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来自台湾，越南文识别贴纸两万份，透过台商会系统让台商张贴，但网友哭诉，外交部印贴纸就台商，根本是 joke 台商。苹果直击越南当地的工厂大门，到处悬挂越南国旗或是大型标语，希望避免被波及。台商等不及外交部的贴纸，干脆直接把越南民族英雄胡志明铜像和越南国旗供在大门口当门神，希望有放有波比。而原本挂在台商工厂或是学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，则被冲进来的抗议者砸毁乱丢。动新闻只求平安报道。